不会塌的高马尾，绑这样就是公主头。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播吧，是在这里。我这个手绑变一包啊，我重绑一下我的，等一下哦，后面很多夹子，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小细法都在后面，所以我把那个夹子我重绑一下，等等哦，哎呦，还有吗？我到底夹了多少夹子？看到你就扎马尾就想拉。欸，其实我上次有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那个绑马尾的方式，欸，它不是只有这样绑而已，它就是绑这样之外，它就是还有在好像它再多绑一个，然后怎样的，我好像有看到那个马尾教学比较不一样的，我等一下绑。它就是这样，先把它分成这样的数字。我要去要拿两个那个发圈。它需要两个发圈。高马尾的正确绑法，才不会塌的高马尾。它就是这样，先绑这样就是公主头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公主头吗？对，它就是先这样，我先把前面梳一下，为了不要让这边看起来空空的，我们先把这边绑好好了，这样子，这边我们先绑一个好，那你拿这个出来。他的教学是说先绑这样，我头发很长，先绑这样，然后下面这边再分两边绑上去，马尾超长的，欸，等一下，这个这样马尾很长，欸，就是这个在反把这个这样下去，这样绑了两圈之后，再把所有的，等一下，有点难，下面的，我头发太长了。先绑一圈，再绑一圈，再把下面的绑上来。这不会很奇怪吗？这马尾不会很奇怪吗？这不会有两节吗？这不会很奇怪吗？这看起来会有两节。对，为什么坏，还是我绑错了，等一下我把这个绑高一点。对啊，他说这个，等一下我再看一次这个。对啊，他说这个分两遍嘛，然后绑在上面，就是上去，然后还是他其实绑一圈就好了，不用绑到两圈，绑一圈拉下面的，绑起来。这样呢？这样会不会很奇怪？这样呢？这样好像也是两层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可以绑得很好看？为什么我绑不了？为什么我会变两节啊？为什么？有吗？有两节吗？有吧。今天是背影日，没有啊，你们这边也看得到，之后看到图其一堆缩图都是背，
所以我现在缩图是背是不是？绑了太多线了，不是它本来它就这么多线。之前有看过直播组的背打光美肌后，还是明显瑕疵微微的美背很可以。哦，对啊，我的背是我的背，除了这边啊，我这边，这边，我这边有个胎记，这边应该是在这边吧？有一块比较黑的，是在哪一边？啊，这里，对，这边有一块胎记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有一块。会看得到吗？还是看不到？看不到，我把那个美肌关掉。等一下，我把美颜关掉。美颜关掉，我就不能正面示人的。这边有没有？有一块吧。这个这样就很明显的。我把美肌关掉了。有没有？这一块很明显。我这边有一块那个胎记。然后我的背，事实上我的背应该是没有任何。没有任何纹路的，就这一块。那块胎记没办法，没有开美颜，其实胎记就不是很明显。可是关美颜之后，就其实就会很明显，这边就是一块胎记。对，不然我的背除了那个胎记之外，其他应该还不错吧？对。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播吧。很俏皮的头发。就是线太多，笑死欸，还没有痣，可是我就是有一个那个痣在这里，痣在这里，这里，痣在这里，我就是背有一个胎记啊，就是有个胎记而已，对，背的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胎记，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会黑黑的，一块在那里。但其实我好像没有其他的